对了，我可以做枪了耶！帅哦，终于有更强的。二十五转还有更好的枪，可是那个劣质帕鲁油，不是要去打什么毒箭之类的东西。我记得好像打一只很强的才拿到，然后忘记是哪一只。昨天打到的。好，帕鲁油。还跑啊？棉花糖。哦，是棉花糖，难怪昨天我拿到一大堆棉花糖在。啪啪黏，等下劣质的。这些都是油脂的，那劣质的怎么做？它是随机得到的。魔物只会掉油脂的帕鲁油啊！他说要劣质的帕鲁油，我要怎么做？该不会你要把棉花糖抓回来拉掉吧？没有发现。哦，油脂啦，我看错了啦，我眼睛有问题。啊，所以会掉帕鲁油的棉花糖、啪啪鲶、笑夜猫、睡颜龟。哎呦，那我要去抓这只哎。还有龙颜娘、金鳞龙。好龙系的， yeah.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接下来干嘛。对，我来做枪。我真的有遇到笑燕猫，超大只，超可爱，可是很强，十七等，我打不赢。有没有好耶，抓到了！这边有很多棉花糖。猎狼，猎狼，猎狼，什么干掉？那些棉花糖来了，来了，干掉。我先回去跑一点的球好了，几率好低哦。我出力两只，一只棉花糖有两个油，而且他们身上还掉可以吃的棉花糖，很好笑。正是嚣张的家伙。哦呦，有了，敢弄我啊！我靠，刚丢到墙壁上，球都破了。啊，好可惜，被杀了。怎么？这蛮抓的。你抓吧。漂亮。收集了好多油。做枪啊！我可以帮你做枪。棉花糖做枪，棉花糖还蛮难抓的。那么高级球居然捕获率也很低，但它的经验值好多。在我们直播捕抓棉花糖之后，看了一下图鉴的资讯，发现把棉花糖放到牧场会掉落能吃的棉花糖，也是没有保存期限的零食，还有五点的 sense 效果，让帕鲁吃的心情会变好。题外话，棉花糖还有额外的功能，因为我们基地的帕鲁一直会有一个奇怪的坏习惯，他们常常会把牧场跟田地采收的食物，像是莓果、番茄、牛奶、鸡蛋这类食物，都放在饲料箱里面，明明旁边就有冰箱还乱放，不乖。当时乌雷卡就有尝试将没有保存期限的棉花糖放在饲料箱里面占用空格，让帕鲁没有办法把食物放进去，这样子他们就会把食物乖乖的放在冰箱里面了，不然每次都给我们放在饲料箱里面，饲料箱又不像冰箱一样能够保存食物，这些材料放在里面很快就会坏掉，很浪费啊，没有办法制作出更有效果的料理给帕鲁们吃。附带提着棉花糖出现的地带在剑豪密域附近，数量蛮多的，很容易找到。后来开档看图鉴才发现，很多帕鲁都会掉落油尾，像是棉花糖跟佩克龙、藤烟龙，还有睡颜龟、龙艳娘跟雪猛犸。另外这几个有固定地点的头目，精灵龙跟派克龙、森猛犸、啪啪鲶、天羽龙跟笑燕猫都会掉落帕鲁油尾，好像大部分都是龙。附带题，先前有观众推荐我用火烧睡着的森猛犸，会固定掉大量的油。我用这个方法烧了好几次森猛犸，但后来觉得还是直接抓棉花糖跟佩克龙，还有啪啪鲶最快。这三只数量还蛮多的，而且把这些帕鲁都抓到，收集帕鲁油之后，如果你不想要用切肉刀来切它们，也可以去村庄把它们都卖掉换钱。跟火山区域的海边村庄那边的商人购买更多的帕鲁油，这样子就不用担心帕鲁油不够用了。怎么最近都做这种反派才会做的事情啊？卖帕鲁跟烧帕鲁，感觉我好像逐渐往盗猎集团的路线走了。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在底下点个喜欢给我力量哦，或是关注我的朋友沃雷卡的频道。我是卡蛋，大家下次再见了，拜拜，马蛋呢。